包返场，大包返场！走进原产地，东阳红木透明团购会，厂方正在把剩余家具分批打包，为最大限度降低返厂物流费用，减少装车运输带来的磕碰损失。打包期间，居家实用款、高端收藏品统统两折，超低大选货，让你省钱80%。4月20号晚6点准时返场，绝不补货，绝不延期，省钱就是赚钱，捡漏仅剩最后机会。全场的家具都是由东阳知名红木大厂直接发货到咱们南昌，两折工厂价的透明销售，平时得花10多万的红木家具，现在不到2万块钱就能搬回家，省钱不止80%。3000平方米的大规模卖场，18大珍稀名贵木材，60多位工艺美术大师的精美家具同时亮相，雕工精湛，品质上乘，办公一应俱全，来一趟啊，全屋都配齐了。3000平米的大规模卖场，18大珍稀材质，60多位工艺美术大师匠心制作，上千件精品红木，件件超低选货。9万的精品酸枝红运医生沙发6件套，选货价18000元，立胜72000，晋胜3套。43000的花梨木方餐桌7件套，一口价8800元，立胜35000。79000的精品酸枝本色1.8米简约大床3件套，新货价15800，立胜63000，晋胜2套，数量有限，省钱时机错过不会再有。厂家是砍掉了返厂的运输费、物流费还有人工费，价格一降到底。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些红木家具呢已经是不多了，那这么高的这个性价比买红木的话，机会可不是天天有啊，想要省钱捡漏的朋友们，撤场之前您可一定得来啊。就是这套沙发以前是8万多，现在要撤场了，16000，太划算了，我要了。这次甩卖力度真是很大，我之前看过的东西价格降了很多，我这回买的沙发我省了3万多。一件家具能省好几千，全屋家具能省好几万。19800的花梨木全房16件套餐，包含客厅6大件、餐厅7大件、大床3件套，两折只要39800，另加送10件精品红木，电视柜1件，情人椅3件，衣帽架2件，花架2个，小古凳2个，共计26件，只要39800，立省16万，全场仅剩最后3套。鉴宝专家王刚，收藏家王连琴，非遗大师冯文土，王向东，李新民，现场把关，现场推荐。展会马上就要结束了，这可是捡漏的最后机会了，买一件少一件喽！团购会上抢实惠，再享3重好礼。一重好礼，满6万元，价值29800元的东南亚酸枝皇宫椅送；2重好礼，红木家具保养套装5件套送；3重好礼，免费提供3年6次上门保养服务。成交即报销，往返路费4月20号晚6点准时返场。活动地址：南昌绿地博览中心 A7馆。提拔你当家上海一把带，欢迎准点修个人成立唯一档方言生活富裕的栏目提拔当家，我下次又跟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采访精彩，还写句话，好家好玩滚地宝很温节目心情好扎起来滚样。今天的节目有哪一些精彩滚点？送你一朵小风花，自感动秀顶呱呱，春天里头容易发火，风改个方法有几个，家中随便少三四，海家家人美滋滋。哎，安老师，安老师，你看这片花多好看呐、好适合放在你们家的楼顶阳台。好适合哈。嗯，有胆喏，你先弄我老婆现在在那洗礼吧。什么呀？叫发早贵煎酒啊。啊？不过哪个到了我的多啊？哎，阿子啊，你们这个楼顶阳台呀，好适合用花呀。嗯。来，我就买各种花。啊，搿都写的蛮写的。嗯。结果呢，用写的都用不完。我讲哈，越贵的花你就越用不完。安老师，那你那是没养对花。啊，那你话应该用新的花的，你就适合养假花。哦，假花呀！送你一朵小红花，相信今年的你都被这首歌给洗脑了吧？今天婉晴和小艺也来送你一朵小红花。奖励你有勇气主动来和我说话。想要勾一个这样的线团小红花难不难呀？不难，如果难度系数打5颗星，大概我们勾一个这个要有几颗星啊？3颗星，差不多。3颗星，这样感觉心里面放心很多了，应该是能够学会的，对吧？嗯，对。行，那我们赶紧开始吧。那我们看一下，首先所需要的原材料就是这个线团，因为是小红花嘛，所以是红色和黄色的。嗯。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需要用到这个钩针和剪刀。那老师，接下来我们就交给你了。
然后这个快点教给我们这个红花到底怎么做吧。老师说，用一朵小红花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只需要两种针法。首先我们用黄色的线把这个花心勾出来，就是中间的这个花心、哎、对对对，然后后面红色的线勾花瓣，花瓣呢我们是连着一起勾的，所以我们不用一片一片勾哦。对，最后我们再花心和花瓣混在一起，然后我们就完成 了。对，那老师先把第一步做起来。嗯，好，我们先起个头。好，第一步起针，然后就可以开始勾出花心的部分。来，我们这个花心呢是勾完了，我觉得真的还挺难的。勾的过程中啊，我感觉我的手勾的眼睛经常属于不同步的状态。那接下来呢，这个做花瓣了，那不如小易你来体验一下。别看这小小一块，我刚才看你做了也很久。那这个花心和花瓣的话，哪一个难度会更高一些？嗯，我个人觉得花心，稍微要麻烦一些吧，因为花瓣对针法有点不一样。哦，我个人是你要学习一个新的针法了。针这样，这个针叫辫子针，辫子像不像我们平时编的麻花辫一样，对，小小的是吧？然后我们要挑着侧边的这个针，这样挑，这有难度哎。其实怎么说，只要细心，其实难是不难，要细心。你看，我们要挑这个背面凸起的这个部分，你看，挑这个。所以这个也只能用这个钩针做，用其他的针都挑不出来的。对，必须要钩出来，每一个都要挑出来。对，挑这个凸起的部分。嗯，然后呢我们再连接到这个花中间这个部分，你看这就完成了一边。嗯，完成了花瓣的一小部分，五分之一吧。花瓣的部分虽然看似简单，但上手也是真的难。一阵学习之后，小易开始体验。在老师的细心指导下，我们俩的这个也算是完工了。我的做的呢是花心，我做的就非常明确了，小花瓣。那接下来就是他俩要进行结合的一个时候了，就是把这个花心缝合到花瓣上。随便缝哪面都可以，缝这一面啊。哦，缝这一面。对。哦，难怪我那个干法就是各种毛线勾出那个法。果告我的女也那么喜欢。对呀、你看它勾在小书包上，别在衣服上，都特别好看。小女生都喜欢个东西啊，我家日干东西点怪了。小时候父母是怎么照顾我们的你还记得吗？父母的苦心直到我们自己有了孩子才明白，精心调制每一口适合他咀嚼的辅食。父母是怎么看顾我们的，我们就怎么看顾我们的孩子。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父母偷偷的老了，牙也掉了几颗，你察觉了吗？吃不香，睡不好，一直坚强的父母也成了需要照顾的孩子。关爱父母从牙齿开始。都市频道联合瑞尔口腔周年庆特惠种牙，瑞典种植牙，种一颗送一颗，半口种牙特价，院长亲诊。电话0791-8688-8120-8688-8120。爱不要等，带上爸妈来看牙。广告之后，请再继续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体育报广告。今天的杨森来玩一玩，就针对春天的这个季节，应该让杨森来玩一玩，您的脾气跟季节有没有些的关系？
要你发招，哎，不是刀给人洗个呢？你咋搞来给人洗嘞？别家伙！啊，别着急，别着急，操，洗容易老，操，洗容易出事的包，晓得不？怎么了？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出现一些急躁情绪，这些情绪不仅会导致自己的心情不佳，有的时候也会影响身边的人。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急躁情绪的产生呢？其实急躁情绪的产生跟很多因素相关，如果说在中医上来说的话，我们说叫情志治病，就是说我们的精神或者说情志得不到抒发，然后郁积久了它就会出现一些我们说的容易生气呀、或者易怒的一些表现。这种表现的话，很多时候有一些生理性的原因，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病理性的原因。你像生理性的原因的话，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说的妇女到了更年期，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像这种我们在春天的时候我们说一般情志它是跟肝脏相关的，到春天的时候是主生发速降的时候，也就是说是肝脏的主令时节所以一般在这个时候人也会比较容易去抒发自己的肝气，在这种情况下也容易表现出会有情绪的不稳定那么出现了这种急躁情绪，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如果说是出现了像我们之前说的更年期或者说一些疾病比如说甲亢之类的疾病引起来的这种脾气的郁怒，或者说精神的这种紧张的情绪，当然建议他还是尽量的去就医，因为病理性的性质尽量去就医尽早的缓解了自己的症状。但是如果说我们说是因为一些节气或者时令的一些生理性的，那我们可以帮助用一些方法来改善它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膻中穴我们提到中医上提到的膻中穴，也就是说我们两乳头的连线与前正中线的交点叫膻中穴，这个地方在中医上说叫气会膻中，也就是说我们所有机体的气机的枢纽就是在这个位置一旦我们说出现了这种气机的不畅，不管是淤堵或者说气虚引起来这种症状，它都会导致我们的这种气机的运行失调，从而引起一些我们说情志的疾病。所以我们定期或者说规律的点按膻中穴，除了点按膻中穴可以缓解情绪，还有这个穴位也有很好的效果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肝经上的穴位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太冲穴鸡门穴或者说对应的在我们的头围穴上以及我们说的印堂穴上进行一些点按或规律的用药物进行磨按，其实都有办法或者帮助我们缓解他的症状。哎呦，难怪春天里您容易发脾气，真的跟季节有关系。当然这应该也给出了冯改革几个建议，大家一定要牢记。君瑶六种坚果六六六，六种坚果营养六，液体坚果吸收六，每日一瓶心情六，生活智取更你吸收六种坚果，一瓶就够六啦。君瑶六种坚果，欢庆时刻可约派。欢庆时刻可约派。小时候父母是怎么照顾我们的你还记得吗？父母的苦心直到我们自己有了孩子才明白，精心调制每一口适合他咀嚼的辅食。父母是怎么看顾我们的，我们就怎么看顾我们的孩子。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父母偷偷的老了，牙也掉了几颗，你察觉了吗？吃不香睡不好，一直坚强的父母也成了需要照顾的孩子。关爱父母从牙齿开始。都市频道联合瑞尔口腔周年庆特惠种牙，瑞典种植牙，种一颗送一颗，半口种牙特价，院长亲诊。电话0791-8688-8120-8688-8120。爱不要等，带上爸妈来看牙。800里洞庭，长康118000亩绿泰菜籽家园，绿泰只优选头一道压榨菜籽油，长康绿泰初榨香菜籽油，家
常菜，用绿菜。广告之后，跟精彩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第一包广告。接下来是明星娃杀剧《豪宅断双超》，今年个是在西在怪兽宅啊，特别感叹超级的飞快。另外呢，陈思贤为和李大为拥有丰富味道，还代表我们扎西盖斯。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美味家菜。今天我们刘大厨带来的这道菜是一道，应该说我们以前没怎么尝试过的菜。对，脆皮炒三丝。脆皮炒三丝哈，一般来说我们炒三丝就是，肉丝、芹菜丝、榨菜丝、酱干丝混在一起。可是我们今天这个脆皮是什么脆皮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原材料吧。脆皮炒三丝需要的原材料有芹菜段、榨菜丝、脆皮豆腐丝、猪肉丝、生姜、大蒜子、小米椒。原材料我们都已经看见了哈，脆皮呢就是咱们的脆皮豆腐了。对，这个脆皮豆腐呢很好吃，它呢而且脆，而且有那个豆香味，但是就是很多人不会做，菜上看到，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炒，不知道怎么炒。对，很多都是这样的。对，你像这种新上市的一些这个食材啊，就有请我们的刘大厨帮大家来解锁了。好，我们现在就开始吧。起油锅，下入猪肉丝煸炒，炒至肉丝变色，下入生姜、大蒜子、小米椒炒香，下入榨菜丝同炒，稍稍翻炒，下入芹菜段，翻炒后来一点点生抽、蚝油、啤酒，下锅炒匀。脆皮豆腐挤干水分备用，准备调味，来一点点鸡精、盐、白糖，下锅炒匀。豆腐丝下锅翻炒，稍稍颠锅，待锅内滋味融合，脆皮炒三丝就可以上桌了。做这个菜其实有个非常关键的地方，也是一个很简单的地方。那它这个脆皮豆腐它比较吸汤，就是我们在炒之前呢，用水呢，用手把它水给拧干，在炒制肉丝跟这个榨菜和芹菜的时候呢，稍微留一点汤汁，再把这个脆皮豆腐拉下去。那这样的话，吸味更好。对，吸味非常好。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大厨的经验之谈哈，就是我们就是爱做菜的、会做菜的人，一听就知道这样的做法呢，可以让整个菜的口感呢，就是更上一个层次。对对对。感谢我们的刘大厨，他今天教大家的脆皮豆腐炒三丝，大家都会了吗？中国三丝我们平时吃的多了，现在我要给味道个脆皮豆腐三丝炒起来是特别香，味道绝对绝赞。好，广告在弄上了，哪个先来送一送你。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今天美食爱心地的时间，我是琪琪。咱们今天来到的呢是闲市一路社区，我们来到这个社区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来认识一下我们社区的社区主任徐主任。来，欢迎我们主任。主任你好。大家好。主任你看，我们今天来啊，地宝当家每次来到一个新社区都会带上一份我们小小的爱心，我想问一下我们把这份爱心送给谁呢？啊，有送给我们的热心的志愿者，热心居民是不是？嗯，对对对。好，那现在让主任带我们去找他。站在主任身边的呢就是我们主任说的这位热心居民、热心志愿者阿姨。您贵姓？我姓于。于阿姨，来，我们先把这道菜送给您啊，是主任要送给您的菜。我来问一下主任，咱们这个闲市一路社区大概有多少位居民呢？有5100多居民。5000多位居民，那你这个算是一个比较大的社区了。比较大的社区，对，是不是？那像我们这位阿姨这样的热心居民多不多？有，我们这像这个大姐这样的热心居民有好多，有很多。对，一般像我们这阿姨这样的，他们平时会帮辅助社区做哪些事情呢？志愿做志愿者呀，比如那个
那个治安巡逻之类的呀，那个平时的那个搞什么宣传啊，发宣传单的呀，都会。社区是我们共同的家，所以爱护好这个家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努力。就像这位于女士所说，互相理解是应该的。社区也会经常帮助我们这些居民做好事，有什么好的福利了哈，他就会想到我们，通知我们了哈。所以我们尽我们的一点微薄之力。说得很好，阿姨，您在这个社区住了多少年？住了30多年，从这里建起。哎，那也算是这个老社区的居民了，所以对咱们社区也是有感情的，是不是？主任，那我问一下，你们会平常送一些什么福利给他们吗？叫大家组织大家居民在一起聚一下了，热闹一下了。哎，就比如说那个元宵节了，我们会组织大家猜灯谜啊、吃汤圆的这些活动了。那个端午节的时候，我们会组织大家包粽子了。那个中秋节的时候，组织大家一起吃月饼了，大家团团圆圆的。团团圆圆。所以我们还是为了就是把我们的居民聚拢在一起。对对对对对。对。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都市风情，给广大亲友有流浪用的好对象。都市放心够，放心就够了。哈，大家好，我是秋晨。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北京西路的旺中旺超市啊，在我身后摆着琳琅满目的酸奶啊，各种都有。那没错，猜对了。今天咱们的主题就是教大家如何来挑选一款适合自己的酸奶。当然，在咱们正式教之前，咱们先问一下咱们超市的朋友，他们平时是怎么选的？你一般选酸奶怎么选的？我一般选酸奶的话是看自己啊，想喝哪个口味就选哪个口味的。啊，看哪个口味喜欢就选哪个口味。对对对，是的。那除了这个还有什么？看外包装吧。外包装。嗯，比较好看的。比较好看的，顺眼的。这款吧。啊，这款你就比较喜欢。对，我比较喜欢这款。为什么喜欢这款？我觉得这个看起来不错，然后口味比较多种。好，谢谢。看到没有，我们大多数的朋友啊都和这位朋友一样，其实他们挑酸奶看什么？看外包装，看喜欢的口味。但是酸奶真的这么简单吗？其实则不然。接下来呢，秋晨就要教大家挑选酸奶的重点，它来了，什么呢？就是看配料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先随机选择一款啊，来看一下。来，我们看一下配料表啊。其实细心的朋友就会发现，在整个的配料表当中，生牛肉排在了第一位，而它的果糖糖浆呢，居然排在了第二位。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什么样的东西排在前面，它的里面成分含量就更高。在这儿要温馨提示大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或者是正在减脂控糖的朋友，可能这款酸奶并不适合于你。那第二点呢，咱们分享一下果味酸奶啊，现在特别流行，很多的朋友都喜欢吃这种各种水果味的酸奶饮品。那到底其中有没有水果呢？告诉大家啊，其实里面含有大量的什么呢，叫做食品用香精。那不想吃香精的朋友可要注意了，看看你的果味酸奶当中有没有这个食品用的香精。其实一款健康的酸奶当中呢，它的配料表往往是越简单越好，一般只含有这个生牛乳和几款有益的菌种就够了。那当然在这儿要强调一下，一般这种酸奶啊虽然健康，但是它的味道也会更酸一些。如果适应不了的朋友啊，也可以加一点点的白砂糖或者是蜂蜜去综合一下，那饮用起来口感也是更佳。好了，各位，挑选酸奶的小窍门您学会了吗？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啊到咱们都市放心购的商城去了解一下，成为咱们的团长以及优质的供应商。咱们下期再见。心脑健康公益时刻，江西都市频道温馨提示您，在中国心脑血管病人数高达2.9亿，血液粘稠容易导致大脑和心脏缺血缺氧，引发头晕头痛、胸闷心慌、气短乏力，甚至心梗脑梗、中风偏瘫。预防血栓，你我携手立即清血，净化血液，多运动，心好脑好精神好。今天您清血了吗？哎，堵了堵了，这茶壶堵了还不要紧，如果得了三高血粘稠，哎呀，就怕堵了心和脑。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血液粘稠均属红血范畴，红血不清就容易堵塞心脑血管。
清血八味片，传承300年清血古方，精选矿物药、动物药、植物药，三药合一，清控血。您看准了，清血八味片专利药，专药清控血。清血八味片助您控血清，心脑好。蒙奇清血八味片，肠胃本一家，检查治疗不分家。南昌第12医院专注肠胃病诊疗45年，公立专科值得我们信赖，专业精准是我们胃肠病检查的宗旨。主任亲诊，预约检查，当日取片。南昌第12医院为您的肠胃保驾护航。预约热线0791-8863-7777，地址南昌市明德路473号。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年制药精髓，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的，老牛可真牛，以前呢，工作业绩突出，牛。后来呀，跳舞、打球也突出，牛。可现在，老牛因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哎。用舒筋健腰丸，传承400年陈李济制药精髓，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舒筋健腰丸。是的，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大包返场，大包返场，走进原产地东阳红木套名团购会，厂方正在把剩余家具分批打包，为最大限度降低返场物流费用，减少装车运输带来的磕碰损失。打包期间，居家实用款、高端收藏品统统2折超低大选货，让你省钱80%。4月20号晚6点准时返场，绝不补货，绝不延期，省钱就是赚钱，捡漏仅剩最后机会。这打包甩货期间啊，我发现咱们现场选购的人还是非常的多。哎，最后淘宝能省钱，肯定要来捡捡漏啊。没错，现场呢还有1000件精品红木家具，现在全部都打上了这个甩货价的这个标签啊。我刚才看到了，原价9万多的这个沙发，现在只要是18600，比买普通的实木家具还实惠呢。如果您之前来看过没买成的话，或者说家里边还缺少几件，那这个时候你来淘淘宝捡捡漏，那是最合适的时机了。3000平米的大规模卖场，18大珍稀材质，60多位工艺美术大师匠心制作，上1000件精品红木，件件超低甩货，9万的精品酸枝红运一生沙发6件套，甩货价18000元，立胜72000，43000的花梨木方餐桌7件套，一口价8800元，立胜35000，79000的精品酸枝本色1.8米简运大床3件套，清货价15800，立胜63000，数量有限，省钱时机错过不会再有。厂家直销省去了中间环节，单独拎出每一件每一套来放在你家里，都是可供观赏、可供你多年传代使用的好家具。浸泡专家王刚，收藏家王连琴，非遗大师冯文土、王向东、李新民，现场把关，现场推荐。我们承诺7天无理由退换货，3年6次免费上门保养，现场验货，现货现提，全程比价，买回10000赔10000，成交即报销往返路费。4月20号晚6点准时返场。活动地址：南昌绿体博览中心 A7馆。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又要跟大家把菜切了。国内新闻一样，我们有份纯点奉献的地道放上。我是每个老朋友阿志，老实干，别太对我们节目，让你不见不散，拜拜。哎呦，过那个云啦，我逮住了主席的衣哟。哎呀，龙哥，江湖救急，这是周末嘛，我有一些外地的朋友要到南昌来玩。